就是喝点茶，我想喝哪个喝哪个，我喝点儿，然后还聊天呢，这都下班了。哎，谢谢您各位啊，啊，这个周末来的很好，是，这个今天来说呢，好多演员呢，尽己所能的玩儿开心。刚开始贺彪，合作伙伴叫张小白，说的节目呢叫什么？双学谈话，哎，学方言啊。对，然后呢，他来自山东人，对，有这个山东口音。嗯，演这个节目呢，就如鱼得水，说的特别好，给大伙带来了大概有这么十多分钟的欢笑。哈哈哈哈，休息一会儿啊。这场呢，换上我们哥俩来带您表演一段，继续给您说相声啊。有认识我们的朋友啊，也有朋友对我们哥俩不太了解，您比较陌生。上台来呢，跟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了断介绍。自我介绍一下啊，啊，名字叫金鹤兰，是这里一名年轻相声演员。好。我也不知道这个梁晓峰你在想什么。这是我的合作伙伴，姓朱，叫朱鹤峰。这是梁晓峰，你什么都不想了。谢谢您各位吧，啊，谢谢大家伙对我的支持啊。皇上也来了，这不我皇上吗？这对于我比我们还奇装异服。谢谢您吧，啊，来这儿听相声就是为了开心高兴。对，为了演员来说呢，也不是什么明星大腕，我们这是歌舞队，好多演员的水平都是相当很高。从你说前场的零零火孩子们，到刚才呢快死的一个老哥哥，是稍微大点的彪哥啊，今天岁数太大，相对我们而言师兄弟里边岁数太大，差52岁，今年100，40来岁还行，但是师兄弟不一样啊。对。对不对？你们师兄这里大概的年龄啊，都是20出头、30出头，人今年奔50了，他今年48，比我师娘还大3岁呢。对不对？人家呢，从你年头比较久，对，你剩下的好多演员都是刚开始干，但是人家刚学，人家都天赋好，但是这个艺术造诣非常的高超。那可不嘛，一对一对的使出了看家的本领，都很开心。什么本领啊？看家。人家都很努力，对，尤其好多朋友来这儿，你真说看谁来的，做不到，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顶多朱老师，哎呦，来这个后台名气稍微大一点，又没有什么名气，普普通通的文艺工作者。别老客气，哎，老客气，嗯，真说今天楼上楼下200-300位朋友都不看他来的，打不到。你真说有个你们10几20岁朋友，真是喜欢朱老师的，聊得很。哎呦，那我真是三生有幸啊！大部分朋友能到来我们这个地方，可能是我门口这仨字儿“金字招牌”，德云社的巴洛克。到冬天了，冰雪大世界玩一玩，对吧？你哪怕春天呢、秋天呢、夏天呢，来这儿逛逛大街，溜达溜达，走一走，看一看，很享受。真是这样。对，你老话一句说什么呀？这么近那么美，跟我的话，不太合适。周末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溜达玩呗。嗯，哎，这你走到这门口了，巴洛克。玩一玩，溜达溜达，哎，门口这叫鸿门玉宴，真好啊！同志会呀，鸿门玉宴，感受一下这个，人家也是一种文化。到了里边就是我们德云社剧场，听听相声，哎，看看德云社的这些年轻演员。年轻演员呢，有自己的本身的个人魅力所在，确实是朝气蓬勃。嗯，一个个的都是卖力去表演，
兢兢业业啊，都是相当棒，是，对吧？都是希望朋友们能够说啊，满意而来呀，满意而归，对吧？把票钱花的值的，这就是首要目的。咱也有朋友说了，我听相声啊，有时候我也听了，我也不乐意听这玩意儿，为什么呢？觉得不好笑，哦，没有意思，对，可以理解，嗯，每个人的笑点不一样，每个人欣赏角度。是，众口难调嘛，咱也不敢说你说两眼睛往台一站，你好几百人，能给这么多人，你说统一战线在一个包袱脸上都乐了，也不好做。确实难啊。那你要跟说郭老师，人家达到一定身份地位了，嗯，可能能做到这一点。像我们呢，还在努力的一个阶段。对，慢慢的去呀进步，保不齐哪一天在咱也就能成功了。嗯。那么咱也说明星大腕呢，让大伙一进门啊，你花了300也好，500也好，这票钱看见这个人，人家就觉得值。那太厉害了，太难了，嗯，太难了。你现在人家花30都觉得花的贵了，但是你得话说回来，你花30也好，花200也好，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个钱不是咱们挣的啊。对，第一票价不是我们定的啊。第二，人花的每一分钱最终是进我师傅的裤裆里。不都是挣点钱没那往哪塞呢？他挣走了，他都挣走了以后，一个郭老师就打听上说啊，都老跟我说了，观众啊，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话还说得可好听了，衣食父母，你倒是跟父母见见面啊。二十年是多少年了？这事这得小十年了，小十年了。要不提醒郭老师，郭老师可能都忘了哈尔滨有军事这个事儿。嗯，确实，北京的都快忘了。那么一年也演不了几场，小剧场基本不来。现在确切的来说，观众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啊，人家咱们养咱们，对，咱们是郭老师的衣食父母。哦，这点钱这不就赚一回？你说什么？你干嘛呢？吃的、使的、用的，相当于咱们得买啊，豪宅，家里住的大房，别墅啊，别墅，别墅啊，那别墅可不是一层的，那肯定的，对吗？单层家里多大？那单层？一层得60多平米，得六。别出来了啊！
劳斯莱斯，对吧？劳斯莱斯也分分很多什么车款，对，人家买的都好的。他那属于七人座，大号。劳斯莱斯七人座，老七人座，这是我不知道。对，七人座后边那还能聊起来，能上黄牌。七人座劳斯莱斯上黄牌啊，拉的东西多呀。能买那个车的人敢拉什么东西？那你就让座观众啊，你朋友送那个礼品，不都上换上车吗？人家上外过两天上不来，不是开车去，让车兜里找你等会儿啊。国外演说，对呀、啊，人家去哪儿啊？欧洲，对呀、啊，兜里装上白。欧洲啊，能走绿通，开车去不让，外国人怕了啊。这是走哪条线的？你走国道啊。从国道能开到英国，能开到，没问题。那要不英国人怎么上咱这儿来？这地方的这开过去的话，三天到不了。到不了，三天肯定到不了。啊，倍儿远。是不是现在要多跑，基本就来不及了？对。那不得坐飞机去吗？那没有飞机之前，英国人怎么来中国呢？坐船呢？没有轮船之前。你还瞎溜达，你怎么这么爱玩儿？你是不是跟你似的吗？我也没车，我也没房，我也没钱，我就爱旅游。活着。必须得上韩国的三八线，是吧？尤其得上哪？齐齐哈尔不能到。
没有他们在境内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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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挣的钱你到后港你已经就是财阀对我想当个财阀对不对财阀你肯定有钱对呀没钱我还混什么呢后来就是有钱人才能当财阀了我这本身有你有钱没有我还没择业呢这不是不是择业是择个工作没错啊我换那个工作咱们就倒了起来了嘛想当财阀就当了那倒那是个位置对、啊、谁到那个位置就给你钱对当那不是你得先有钱才能当那你钱哪来的挣啊从哪挣啊那我要知道我还在这给你捧哏我不不知道没有那能耐我在这扯这么多跟这儿不是那问题是从你相声不干了到你当财阀这中间有个过程啊对呀、啊、有过渡吧等着当财阀呢那你不得等吧到这儿等着天上下钱那不会等着天上就是这就是这种事情不可取得哦那什么等着你天天是为你当个彩票天天刮哎刮出那三千万这不可能这属于天才不要用这种脑筋哦脚踏实地一个一个小人一个小人干出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啊、你能干什么比如说要是我的那个能力我说出来我怕吓着你来啊我反正也不想活了吓死我我可以当一个不像明星怎么吓死我吓得小肚子一跳一跳你啊当一偶像明星行吗我跟李现我们俩好拍片子拍什么拍什么片子啊以后就是李现易烊千玺老朱天津你自己都没有觉得有那么一个名称出来突兀吗易烊千玺的四个字也无所谓我说的是老朱当偶像明星，你说现在人家爱豆，爱豆，我想当爱豆，想当爱豆，嗯，人家也有一种能力，对，那肯定，那也不是光长得好就行，人家也得会唱歌跳舞，对，我参加那个松花珠一样，唱跳，臭了，就这种跳法，就离不开过去的。霓虹灯闪烁，灯球，都不是现在的酒吧。现在韩国不流行这个吗？是，千禧年之后可不流行了。就你，你说白了，你除了相声，可能没有太多的个人能力，没有什么能力的。对，你可能找个工作啊，啊，开个滴滴。我没有汽车。我是送个外卖。没有电动车。该就是。当个保安，我嫌累。等死了。好。你这就是废物，真是废物。所以你在这行里，你得好好干，对吧？你这相声你搞，你就搞。哦。对，你这就不行。那你有什么手艺？我听听。我。你也想当财阀？没有，当财主。哦。确实好。我呀，我真说我要真是武打能力才没有啊！唯一之相声之败呀，一技之长就是做饭。哦，做饭，做饭算不算？那这算呀，做饭那绝对是能力呀。我做饭还行。那得看别人会做什么了。什么叫会做？做饭？你要做简简单单，比如会拌一锅卤菜，这个叫会做饭。你要会做晚饭，全席也叫会做饭。你现在还能做老虎菜啊？我的妈呀！你从哪儿逮的老虎啊？做饭不怎么样啊？谁做饭怎么菜呀？不是，你会做什么？做的就是不勤谨的家伙。还有呢？一些特异菜咱也会呀。啊。对，好多东西在这儿呢，我是自小儿熏陶，从小就学。对，我做饭这方面呢，随我。哦，而且我算文理出身，就是你爸爸就是一个会做饭的好男人，别管是做饭的好男人啊，我父亲是个厨子，哦，过去
练练功夫。是吗？当然了。这我还真的，我一直以为你爸爸是一个好老公呢。就当你还是好老公。但竟然是一个好厨子呢。我父亲过去在北京，嗯，在北京有个前门大街里面的大石栏，里边有一家地方叫全聚德，听说过吗？我知道老字号。我父亲过去年轻的时候就在全聚德里面做鸭子。拿我爸爸来说，当时在那儿做鸭子，鸭王，鸭都成王了。是在马街吗？就很厉害的意思。对了，鸭王，我鸭子太优秀了。做做鸭就是在那儿。街里街坊的谁叫那号？必须点我爸。哦，对了，你别的别的师傅来不行，换一批，就等我爸。还做吗？现在？现在不行了，不做。不做了。上岁数了吗？确实退休了。那你应该好好爱护他啊。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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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被打倒不至于，不在那儿就做鸭子吗？做哪个呀？做什么鸭子？那还能做什么？你希望我父亲是个什么鸭子？我哪知道？问你妈呀。做烤鸭。对呀，全聚德不是烤鸭吗？你怎么没做饭吗？谁没做饭？你告诉父亲，这屋子是烤鸭子的，别让他往里钻啊！他包子说啥？别让他往里钻，烫伤。他还进去了，谁进去了？啊，那烫伤了。你宝气的这鸭子有油啊，你滴身上了。那鸭子有一根棍子吗？那什么，你跟鸭子不接触啊？哦，你父亲是脑袋塞那炉子里。全程就大家的炒鸭子，那肯定的，不能拿人添乱了。你再说了，你有这个毛病，它有有火就容易烫着。还真是。再者，它也不光是做鸭子，炒菜也行啊。哦，在全聚德烤鸭店里边炒菜，怎么全聚德里除了鸭子没有别的了？也有别的呀，烤鸡也行啊。那为什么叫烤鸭店呢？为什么？你爸爸在上班，你问我干嘛呀？我爸爸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伯伯。那是以炒鸭为主，对不对？在那儿，那阵年轻的时候啊，家里可挣着钱，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在那儿干活的全聚德大品牌人都赚，也没有。不是他老烫烫的呢，老谢，哎，都啊。家里的一大家庭养活着，这个也得生活呀，为了多挣点钱，再吸引点外人。哦，做一做鸭子，做一做烤鸭。过去有这种大家庭，就应该做那种开阀类型的啊，红白喜寿事人家不去饭店，干嘛呀？把厨子喊家里边来。乐什么呀？没有，我就觉得你爸很不容易。人家家里办红白喜寿事儿，给你爸爸弄家里来，干嘛要怎么着？请我父亲来做饭来，我上家做饭来。干嘛呀？是我爸爸。他你爸爸当全羊了。这么把我父亲家里边在家里做饭，嗯，过去这个叫什么？叫大掌头。这造厨，嗯，有点讲究，而且那阵儿这些活还特别的多。我小时候有人一闲下来了，跟着我父亲呢，就经常去人家里办活去。到那儿，人说也干不了太多的活，干点下手活，包个葱，包个蒜，我的。那不是，那属于是零活。不是，我这是下手活，扫个地、擦个地什么的。我那是杂活啊，我这是下手。刷着别的刷着完了呗？不是，我这是下手活。
怎么个献丑活啊？就是我父亲看上什么了，我就给他拿家去。偷啊！挡挡挡！这不是偷吗？拿偷你们家了？偷我们家地方，脑袋踹碎了。竟然还叫偷啊？这是什么呀？这谁们家也不能偷啊？锄子不偷，锄不收。哦，他还就得偷。咋就偷啊？你这话说的，人家日本人大家庭啊，有时食材买的富裕，炒菜剩点儿边角料，你们给拿走，就是把这些泔水都给你爸爸了。不是干净的水，让你爸爸回去洗澡去。对，你过去在说我们后有一个偷，叫什么呀？后叫黄瓜，叫猴，对，叫猴。要是走错也不叫叫绞刑，可不绞刑，用绞刑和绞刑。嗯，我跟着我父亲大概说，那厉害了。哎，那时候岁数也小嘛，咱不懂事儿，都听我爸指挥。我印象最深有一年啊，那是2000年左右，那阵儿我也10岁。这个有一家爷子过寿，请我父亲到家里做饭去。嗯，我爸也带着，我父亲也动静大。哎呀，穿的也多，当人后厨往往那一站，我父亲打眼这么一看，太开心了。怎么了？可口的东西太多了。这里都有什么呀？你就说这案子上面啊，40斤的猪肉，40斤的牛肉，这么多的肉。我父亲指这个肉，看看我，侯总，这就带走了。哎哎，问题来了。什么问题？你是个聪明人啊。这80斤肉让你偷，你怎么偷？拿起来偷，慢慢往外走，拿起来偷，往外走。对呀、啊，被发现了怎么办？给人家放下呀。对呀、啊，发现了还拿，要抢了。带你，这不就是废物吗？带你干嘛来了？我拿着东西大包往外走，发现人放下了。这不看机率是吗？那这怎么办呢？那么你想办法不被别人发现。对呀、啊、怎么能够不被别人发现？把他们都说瞎了。这个我觉得量刑的时候这更重要。对呀、啊、你把它挂身上。挂身上？你中国都是成事儿的呀。不是自己的肉不能往自己身上贴呀，万一你跟猪肉长到一起都不好。真的，我得多回呀！那你那个肉都成串的，在这个肉串上打上窟窿眼儿，两串肉打上，找一个粗点的铁丝，弯好钩儿，给它连着一起。哦，就你就跟那个背心似的，从头顶里头套下去了。40斤猪肉的天前修我40斤牛肉，还得挂后背。这得赶紧绞刑了吧？快走吧！咱们刚来啊，刚来什么都没干呢。这就绞刑啊！干嘛来了？还得投啊！还有什么呀？案子旁边20斤大米，这也搞走？搞走！这怎么弄啊？这你要说扛出去都不行了啊！扛出去，扛出去！过去我穿的裤子扎腿裤，裤腿都是扎死的，顺着我这右裤腿倒进去，满屋都一裤腿，这可以绞刑了吧？绞刑得了吗？这得20斤就得空的。这你走起道来跟化缘似的，这俩人就亏了。这也得放。案子上面有这么10来斤干货。所谓干货就是木耳、银耳、花椒、大料、八角之类的东西。调味品。顺着我这左裤腿倒进去，一倒进去就坏了。怎么了？太炸了！哎呀，我把脚后边圈给炸了。我把脚都自断了。哟，有点难受，再来10斤小米溜。这回分量一样，赶紧走！别忙啊，这才拿到哪儿啊？还得投。窗台上有4瓶香油，这都不放过。侯总，这液体就得往下喝了吧？这得回到家再排出来，再往外撇。香油啊，滑肠子。正好一举两得，香油也鼓得走了，醋面也白说了。试问这
香油跟醋便是一块儿出来的。对呀、啊，但是油它不带醋头嘛。这个是地沟油的制造原理吗？那不是，地沟油是本身就脏，你这个它不脏，就是恶心。拍出来我要醋你二两，你要吗？我不要，只要是偷的东西，特僧都不要。排出来的，大命排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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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旁边大肠里泡上几颗猪胆肠，猪的大肠，对，把这大肠都洗干净了，一头的给气死了，留一头坑开的，这四根香油子里头噔倒进去，一气都过这大肠子里边了。哦，往腰上这么一围，如果觉得不好看的，可以打一个蝴蝶结。走吧，连不行，哎，走，哎，我算算话，旁边这门，哎。粉条，他爸不是那个，包子。他要是没拿水化开了不好，支支楞楞的往后放，软乎乎的拿着粉丝一抓，脖子上一缠，正合适。这得赶紧走，这样他当了你就被勒死了。带走，这不正好吗？绞刑了吗？没等他，咱就到家了。哎，这看连看不过。我父亲看见案子上面还有一碗水淀粉，团粉。哎，对了，淀粉、团粉意思一样，各地都叫法不一样。好，炒菜勾芡用的东西，拿水化着，化着。哎，我走。这玩意儿你怎么熬呢？想个主意吧，把它放在冰箱里边，冻成一大冰坨子。大锅粉儿，哎，顶我这脑顶上。哎，这得多把心火呀，这个！放在头顶上面，它顶不住啊，那是顶不住。我爸把帽拿下来，大门一扣，正好全扣上。那您身上这些装备打算怎么处理呢？这都有办法啊！我父亲他这棉袍子大，脱下来往我身上一围呀，全都裹在里边。哎呦，太棒了！他这边装袍子，正给我穿的一通通，看着眼尖的。我父亲可真贼呀！什么东西？主家有这么一桌，有两个小伙计，也好走，不好带吧？到人家偷人不好听吧？你不说小伙计吗？啊，小伙计！哎呦，啊不是，小伙计，不伯爵。我从那边出去，门口的喇叭地里跟他们等你呢。我从那边出去，我就鸿门医院吃饭去了。这事儿他们就害怕了。伙计们，服务员，这堵哪儿啊？不堵不了哪儿。我干嘛呀？我弄俩服务员，我上我们家干嘛去吧？他们拿这个大家伙是说出来的吗？两个小伙子，我后边的话听我说了吗？我们弄俩人，我回家当门神用呢。撤下来一个铜火锅，两个小伙子加一个铜火锅，只要铜火锅，不要小火鸡儿啊。撤下来一个铜火锅，这火锅里边好多吃的，人家桌没有吃，什么大虾呀，对吧？包括什么鱿鱼呀，包括什么鱼豆腐、虾丸、鱼丸、肥牛、肥羊啊，满满一大锅子。小干净。干净的水煮的火锅，对吧？这一锅，说实在话，回去就一顿，那了不得呀！吃完了，火锅乐意留下自己用，不乐意，红火锅还能卖点钱，肥吃肥喝呀！我爸是这个，包走，包走，这个四来，这个不好火锅，不好火锅，不好火锅，你琢磨去，脑袋顶上有了，身上挂着了，都有，哎呀，都有了。思来想去呢，可能还有一个地方合适。哪儿啊？当下。哎呦，这底下这么大，真漂亮。
螺旋腿呀、啊，螺旋腿呀、啊，我这腿大不好啊。对，正好我从这两边拿耳朵，拿出铁丝啊，你挂好了，连我自己腰带上边也合适。是，想挺好，走过来这儿，看我啊，找好距离，把这个铁丝挂到你腰带上边，挂自己腰带上边啊，别挂出在墙上边。好，我们起身，正好，晃悠悠，赶紧走吧。哎，等会儿啊，这个走不能赶紧走，因为什么呢？这个火锅啊，说白了，它是有汤的，容易散了。而且另外来说呢，它的位置好，但是烟囱离我这个裆部啊，就这么点距离，有距离就行，没事。但你不瞎动也烫不着你。我就把这棉袍子往身上一围，帽子一戴，围脖一围，这边东西一点瞧不着。太好了，爸爸看着我看不着。哎，小青，终于要出发了。他什么意思？回去呀，走了，走了，走。我是走不了。怎么了？我那阵儿十岁，往多了说那阵我也就八十斤，我身上背着小300斤东西。现在就把你炖了，这多香啊！一顿你都吃不了，是吗？就我身上这些东西，空也求生自己能活仨月，子弹都打不中，走是走不了了。慢慢的往外蹭，蠕动，对，慢点走呗。但你走的慢，就被人发现，哎，这还没走到这么慢呢。是，拿一笤帚瞄着，假装掏耳朵。人一掏耳朵走的就非常的慢。对，掏着耳朵慢慢。眼看就来到大门口，在外面一步出来一个门，我爸爸不小心怎么了？门口一把铁锹，他趟倒了，我趟倒了，趟倒一头米不得了吗？强迫症，还得给他扶起来。他还懒，他伺候我，他一直这铁锹背个扶起来。说完这句话，他就往外要走，我这掏着耳朵呢，一是紧张。二是呢，我也着实是没听清楚，他是让我扶起来，我听成了扶起来，大胆敲偷走，我都愣了，这也叫吗？我浑身上下哪件东西是比他值钱的？我把我铁锹我回去干嘛？不得挖坟去吗？但是我爸让我把我那个子不尊父命，奶奶不孝。我呀，这我佛敲头，敲头是铁的，这东西值钱，对吧？敲八木子它没有用，而且敲头佛完了我也显不出折了，我也知道放哪儿了。哪儿啊？贴我这屁股蛋子上面。正好现在开始上了。对了，哎，正好想法挺好，我就在拔一敲头，我正拔着呢，人家主家往外送客人，一眼就逮着我了，嘿。谁呀？谁家来的？干嘛的？我爸一听赶紧过来了，叫这个那个，您呢？这个这谁家？是我们家来的。这嫂子跟我们一块来的，您忘了吗？我儿子，这是你儿子吗？你儿子来受气，挺瘦的呀。这半天儿功夫这么胖了，我们家好事真好呗。甭说他了，这是我跟您说个事儿吧，咱呢。得去一个上房对账，劳动账。不瞒您说啊，今天我们准备了有50桌的饭菜，现在上到27桌，后厨房没东西了。咱对账一看合适，合适，合适，我跟您对账，让我儿子先回家。你先走，先走这边。出了一段门，你再丢东西跟我们没关系。抓贼抓赃，对了，有这讲究吗？有这说法。对，你再逮着我，我说我买的，哎、一句话就是。这是东西，哎，爷爷，爷俩一块来，一块走。哎，孩子，不耽误来吧。他这一伸手，抓哪儿不好，抓我这根猪大肠吧。啊，那这个鲤鱼，我说，哎，别动，别动。我说我不去了，我回去了，我走了。别来呀，来呀，我们俩离就近不了。大长蛇，
折了也没关系，还有香油呢，顺着我大口都流下来。咱来一口啊！主家也让了。这时候你儿子真肥啊，好肥腻呀、啊！我肥的流油，肥的流油就是这么来的，肥的流香油啊，真厉害。
跟着郭老师一块出门演出，我说实在话，相当开心。那，哎，郭老师出门认识这个明星，出门的待遇特别的高，特别的好。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我头一次到我师傅出门，去的是大连，大连海滨城市，到了当地吃海鲜，对吗？人家那都当地吃海鲜喝啤酒，到那住那个豪华宾馆，五星级。有时候我师傅得住那个超五星，对，他住的特别好。那阵、个、我们哥俩岁数也小，也没见过什么世面，稍当酒店压根都没进去过。哎呀，我师傅人家回屋了。我们俩到门口啊，开门都不会。开门怎么能不会呢？我以前我出门住的那个酒店呢，开门都不要那儿用什么呀？房卡。哦。刚开始咱不了解呀，人家刷那门禁都电子反应的，一刷嘚一响，人家告诉你，你到那儿嘚响，你推门就进吧。我们俩试试吧，你看，嘚响了，推门吧，推了十多分钟没推开。门坏了，哎，你拉，开开开，进去吧，到屋里把东西收拾好了，收拾完了，很快了。朱老师当时可能海鲜吃的太多，有点闹肚子，肚子不舒服，哎呦不舒服，赶紧吧，人家也有个卫生间，对，去吧，到卫生间，卫生间人家也有门，推吧，十多分钟没推，拉拉了二十多分钟没拉，哇，坏了，一横滑。开始，当时朱老憋了半个多小时，脸都紫了。当时朱老给我感觉已经不想拉了，想吐，都给作上来了。哎呦，赶紧吧，赶紧吧，到卫生间，哎呀，又转了好几圈，没找着马桶。哎呦，这里怎么没马桶啊？对呀，打折了。住那高档酒店，马桶人家不是，在墙里边，我们哪知道啊？转了三圈没有，我们就得出一个结果：高档酒店没有马桶，因为有钱人一般都不拉屎，有钱人他拉屎当财，他不家拉地里去。拉完了我们得拉呀，这憋不住了。哎呦，朱老师难受啊！万幸的出门带着纸呢，拿着报纸铺地下吧。简简单单住这儿，哪受得了？赶紧脱裤子拉吧。我穿多少条裤子？穿多少不知道啊，拖到最后蹲都蹲不下了，跟坐便一样。啊，没这么老汉子。哎呀，拉拉拉，拉拉后边了，一条一条再穿上。都穿好了，一条一条再脱了。怎么又脱了？都擦了。都擦好了，最里边那条裤子扔掉，裤子多就是好，省纸啊。废裤啊。他拉痛快了，别说完真开心。这包屎怎么了？不能在这放着吧？他拉一包，我拉一包，这上厕所跟扫雷似的。没事儿，自己拿这包屎。你说说这个何去何从呢？怎么办呢？这玩意儿怎么处理呢？这有马桶好了，你有马桶，我扔马桶里了。有马桶，我拉屎干嘛？说对呀、啊。酒店外边扔的，扔出去。一楼是三厅六，怕别人以为上菜。拿这锅子在里面用。到厅里边了，一抬头，看见人家窗户，我们那住海景房，窗户落地窗，可事儿大玻璃，而且为了方便观海，玻璃擦得很干净，窗明几净啊。他也是没仔细瞧。外下边也是着急，哟，露天的，这不天助我也吗？大爷对不住了，走你，啪！我都傻了，朱老师，海景房没窗户，海风都拍死咱们吗？壁画，别愣着了，弄起来呀！他这无从下手，谁都觉得恶心。正休息着，有人敲门，还没把哭声进来。先生您好，先生，我跟您介绍一下，因为我们高档酒店好多设备您可能不太了解，您坐来看一间，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干净而且很有地方。哈维德先生，跟您介绍一下，您随我来听一下。您学校还挺好，所以说这云观海这个玻璃我们都给您打扫一遍，保证窗明几净。您可以看看外面海景，意想不到。先生，冒昧的问你一句，我是不是来晚了？你说多余来。你琢磨到这个场景啊，四目相对很尴尬。朱老师聪明人，人家赶紧从后袋里拿出1000元交到宿舍楼里，这1000给你了。闭嘴啊！甭管什么饭碗，你把它给我弄起来。这确实出了，别乱说去啊！别乱说，我绝对是下面的，我叫苏总。太悬了。千万别说去，富生这个场面见多了，人家还有素质，1000元不会来，从自己口袋里拿出2000元交到我兄弟手里。